你好啊，歡迎大家翻嚟 UV。你哋飲咗今朝飲咗咖啡同埋食咗早餐未咧？咁你哋又記唔記得喺兩年前疫情嘅時候，我哋早餐角有啲咩早餐食咧？有冇人記得啊？都好有記性喎、啊！但我想提下大家，由呢個月份開始，我哋有 Sandy 姨為我哋負責早餐同埋咖啡，所以我哋又有好嘢食啦。大家記得喺咖啡角，我哋係由9:20開始，直至到9:55。當你見到眼燈一閃嘅時候，你哋就收拾食物同埋心情，準備入嚟禮堂崇拜。一講到食咧，我就好興奮。但係最近有另外一樣令我好興奮嘅事，係咩啊？就係聽歌啦。我中意聽啲節奏強勁嘅歌曲。頭先喺敬拜嘅時候，大家可能會留意嘅係唱歌嘅人，但係我反而會留意喺後面嘅鼓手。點解？因為我覺得鼓手可以豐富詩歌嘅節奏，令大家聽得更投入。我就唔識打鼓，我亦都係手腳唔協調嘅人，但係我收到風，敬拜隊喺八月中將會舉辦一個打鼓同埋敲擊學嘅工作坊，導師係香港嘅專業人音樂人 Lawrence Choi， 佢參加過唔同嘅演唱會，佢係鼓手、敲擊樂手、錄音師同埋監製，經驗好豐富。而呢個 workshop 會喺 Zoom 上邊舉行。歡迎敬拜隊嘅隊友同埋對打鼓同埋敲擊樂事工有興趣嘅人參加。而詳細嘅上課日期同埋時間、費用，大家可以留意翻教會嘅社交平台。一講到錢，我又想考下大家，有冇邊個記得我哋奉獻有幾多種方法咧？嗱嗱嗱，最快最準確答啱曬嘅，我一間請你飲一杯咖啡。有冇人？冇係咪 ？OK， 等我講啦。嗱，現場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後邊禮堂嘅奉獻箱，網上嘅就可以利用 Sell 或者 PayPal。第三個寄支票嘅可以寄翻嚟教會。仲有冇人記得？仲有一個。真係冇人記得嚇、啊！上個星期 Iwin 提過，就係、是、UV Channel 嘅 Donate Button 啊！嗱，無論你用邊一個方法奉獻，我都代表誠會多謝大家支持我哋嘅事工。上個星期我哋有提到，我哋已經恢復咗兒童嘅主日學，鼓勵父母喺崇拜之前準時帶小朋友翻去106室，有秀蘭姨姨同埋 Wendy 姨照顧，我哋就可以更加放心咁入嚟崇拜。今個星期我哋繼續會有定期嘅教會活動，有唔同嘅就係網上同埋實體嘅崇拜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各個團契同埋教會嘅社交群組公佈。最後，我收到啱啱一個交通消息，就係35街今日咧會有少少封路，係因為咧威殺打波，所以大家走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啦。咁今日的英文崇拜，我們將會有 Steve Tang 來講道，中文堂我們有 Master， 現在將時間交給 Master。